係 Kata 在山上同大家去鬼沙灘。呢次嘅行程咧非常之即興嘅，臨出發前兩個鐘咧，同個 friend 就約好咗話要去日出鬼手啊！咁咧我而家咧就因為之前拗過柴啦，所以就要 tape 好只腳，練翻啲 supporting 只腳嘅。我都未乾啊，就準備出門口。而家差唔多12:30一點鐘左右咯，著好只腳啦，而家就著襪咯。燕尖字系嘛？唔识读，系最好着嘅五指袜，标啦，叉连线，尾六条条，今日就戴呢一个包包，同埋狮子仔嘅小狮第二代定唔知第三代第四代嚟呢个，好搞笑，佢啲头发好长，好 M K， 好中意。咦，有眼嘅，不过 M K 佢遮翻住嘴啊。哇，勁重啊！咩事啊？袋咗三水度，因為行長線咧，所以就用咗呢一隻大一大袋嗰個軟水袋咯。其實我勁唔中意用呢一種咯，因為會條條揈。當然過咗天光啦。黐線嘅，而家半夜三更喺大埔墟火車站，有條友喺度。嗨，咩事啊？條友陪我癲嗰條友。黐線，而家係早晨，晚安，晚安。今日嘅朋友係 Dicky Lee， 幾點啊？而家查先。現在報時2:03啊，頭燈已經準備好啦。啱啱嚟到烏蛟騰嗰個停車場，噔噔，嗰個停啊，見唔見啊？見唔到添。嚟到烏蛟騰，我停下我哋，傻噶，真係傻噶。准备出发啊！嚟到台呢个郊游径啦，我都唔明白咧，点解呢段路咧可以冻鬼死斜啊！一开波就疯狂上车，真系人都癫啊！我真，因为夜晚行都系咁话，已经出晒汗。啊！去到第一支标码头峰。去六胡同啦，好快就 4K 左右咯，有白行啦，今次。而家3:00，耶！繼續 go！ 我黐線喎，呢度一人燒完地嚟咯，呢個位真係點啊？到咗大同，哇！我已經咧全身濕到癲咗咯。劲攰，仲有两 K 几，我哋嚟到观音堂啦，哇，上面都系汗，仲有几多啊？1.5K， 仲有个钟就去到六胡同啦。去到六胡同之后，好快就去到跌死斗，就开始出嘴嘅路，加油加油！哇，红色嘅石啊！听到啲船声，飘咁远嘅去到，我见到个终点，我有灯啊个终点。而家4:00，行咗2.5个钟啦，要食第一餐，劲中意食呢一个超远飞碟咯，我买咗4个嚟。食咗啲咩？加顿卷啊！点解跑山人？咁惨啊！食呢啲垃圾都会。我哋嚟到六胡同啦。咁喺呢个分叉位，就沿住呢一个窿度入去啦，即系直行。直行冇耐咧，就可以落去跌死狗噶啦。到咗跌死狗啦。好，真正嘅辛苦嘅路就而家正式开始啦。真系最辛苦嘅路段就系之后，哇！点会有埋图添喎？
迎头赶上，唔好讲咁多，行行行行。有班间嘅呢条，点算啊？惊唔惊啊？有啲惊啊！真的有啲驚啦！差唔多日出啦，個天已經乾啦，我個頭燈咧勁微弱咯，而家我頭燈就係望到兩步範圍中係勁暗嘅。我哋嚟到意志堅定點啦 ！Go go go！ 哇！即刻！好 peaceful 啊，月亮个环境咧系好 peaceful 嘅，但系个人系好唔 peaceful 啊！而家好痛苦啊，好辛苦啊！咁我相信行过呢段路嘅都会明白，我而家真系好攰。仲有我谂喺跌死狗出嚟，大概带佢一倍路程，一半路程左右啦。仲有两个山要上，那个嘴咧劲远啊个嘴。早晨啦，而家系朝头早已经日出，5:56啊。差不多出到嘴噶啦，都行咗3.5小時左右啦。其实好眼瞓啊，即系唔知黐边条筋咧，先至会晨 Q 早流流，都唔系晨 Q 早流流，夜晚晚出发去鬼手。不过呢啲天气唔嚟嘅话咧，其实就又要等到冬天先嚟啦，即系趁仲有未到未过三十度啦，系啦，未过三十度咧。都仲可以行下嘅，哇！正，你只要如果晏昼 hit 到30度，其实都可以唔使再嚟。太热啦，要带几多水先够啊！真系，我今日带咗3L水左右，但我有大部分时间啦，虽然而家未出到嘴啦，但系都可以话系差唔多大半嘅路程啦，都系夜晚度过。咁夜晚系的确饮少好多水，因为凉好多。对鞋咧已经污糟晒，同埋我落山咧都仲未好好，所以慢慢行咯，都唔快得去边嘅呢啲路。Go go go！ 喂，湿湿地，但系都未烂晒，佢用咩整啊？应该系胶纸，入面好似浸咗泡水喺度。日出啊，系正啊！我哋呢段路咧劲开扬咯、啊。喂，咁即系其实鬼手咧系可以睇住日出嚟鬼手噶、啊，所以喺鬼手度睇日出噶、啊。我哋好对正咯、啊，不过就真系又要再早啲出门口，2:30先起步实在太夜啦。正啦、啊，开始见到啲红色石啦，又好似红石门嗰啲啊。哇，好耐冇去过红山，我呢啲慢慢行船跑唔到。呢个时间起步嘅唯一好处就系唔使惊起唔到身。对于我而言，次次都要咧5:00、6:00、7:00嗰啲时间起步咧，真系搞唔掂，劲惊咯，每次都好惊起唔到身。但如果要快行啦，或者系啲时间好啲嘅话咧，都真系要咁早出门口先得嘅。我不过条路咧其实阔咗好多，起码冇咁刮脚。我记得之前行呢段路咧，只脚系损晒，但系又忍唔到唔着短裤，太热啦，真系咩天气行咧都系咁热咯。而家朝头早好似有啲风，几舒服。琴日夜晚行咧都唔系凉嘅，纯粹系唔热嘅。上埋最后呢座山就系啦，但系
大嶺150米左右都上，即係而家20多米，即係上200-203米左右咯，都唔易。上埋一個頂咧，應該就係嗰個黃竹角墩台嘅所在地啦。上埋去就可以開始伸出嘴，竟然突然間有條標高柱喺度。幻瞓啊！最後一條標高柱咯，其實中間都冇乜點見過標高柱。哦，火紅海啊！紅色嘅火紅。噔噔，嚟到黃竹角墩台啦！耶，好攰啊！啊，咩料呢度人燒地咯？咩料啊？咪我。啲人，燒地撚正鋪，又有煙頭。啊，出埋咗先講，好啦，眼瞓，好眼瞓，拜拜，出咗見，拜。越近海岸線咧，就越斜咯，依度超斜，同埋好跣。到啦，差唔多到啦。条溪涧啊，都有嘅，有标牌入都用得嘅。佢原来个溪涧就喺尾段嘅，唉，都死死地啦，但系有少少流水声咯，因为前几日都落过雨嚟嘅，系，但系嗱，又话好大。你越貼近咧，嗰啲起點啊、終點位咧，就越多垃圾咯。咁當然海岸就不嬲都多海洋垃圾啦。嗰個溪涧嚟我哋救命用都冇計噶啦。你救命嘅話，你因為唔飲得海水噶嘛，係嘛？所以都淡水係唯一選項咯，各位。哇，嚟到啦！落埋嚟先。嚟到都位度，个小猪，哇顶！其实咧，如果唔系见到嗰啲告示牌咧，其实真系会 miss 咗咯。你望下，真啲见唔到啊！呢粒嘢打横望系好难望，真系好难望，同埋唔大粒咯。哇，屌冇到啊 ！Hello 鬼手 ，Hello 鬼手 ，Hello。不妈妈妈妈哎正正子4:36来到了。咦，我次次都不想吃这个饭店。喝个可乐先。正啊正啊！啊，好正啊！先，不得了，有可乐饮真不得了。
最大的 check point。 我們剛才就在這裡大休了半個小時，現在我準備回程沿路折返回去大美督了。拜拜啦，我哋要走啦，拜拜手手，我哋再翻翻去啦，又要。水又涨咗啦，除咗少少咯。現在要跑回過去了，是不是？我而家咧隻眼咧係瞌咗半隻咯，定眼瞓，已經唔係咩口渴啊、肚餓啊、肌肉好攰嗰啲問題，係個人咧完全跌曬鍋咯，太眼瞓啦！一回程嗰時即刻收個皮，點解要揾呢啲嘢嚟玩？我真係好眼瞓，勁眼瞓啊！醒啦、啊！我而家要練。捱眼瞓啊，唔得，第时比赛都要捱眼瞓噶啦。而家练定先，精神，精神啦、啊，精神。啱啱咧喺路边，唔知点解会有好多报纸喺度啦，执咗份报纸过嚟泼凉咯，太热啦。出咗太阳之后咧，热到飞起。好攰，好攰，好攰。下地图先。OK 嘅，好远，见到，好远啊，碌人仔。哇，回程几条路咧？我脱颈啦，系啊，
等等等等，你应该系啊。明月天地之起，夏夜家传。你望天地一片大雨有声。我真系收咗皮，收咗十个皮。如果疲倦指数是十分，我现在是9.5分，剩下的0.5是用意志力，又要开始上山，我嚟死，好热啊，真的好热，10公里真的不是讲得少啊，每次行完鬼手都是一种以后不想行山的感觉，即是建议没有行山经验的人呢，真的不要无啦啦有这个念头，真的很辛苦自己拿来，所以你行这些很多事多的这些30K 就算了，是吧，为什么要行这些玩命，简直是顶不紧啊，要吃胶啊，就是死了，好辛苦啊，是什么Raspberry。顶唔顺啦，咪就嚟死啦，好辛苦。即系咧，想讲每一次行呢段路咧，唔同嘅感受咯，每一次都辛苦过一次，越行越辛苦咯。呢段路咩事啊？唔同嘅 challenge 嚟喎，每次行都，上次就困 Q 咗条火红海岸，今次咧凌晨出发，完全唔够瞓咯。那個凌晨不是睡了的凌晨，是1-2点的凌晨，沒睡過這樣就出發，搞不定，真的搞不定，要吃 gel 咯，平時這段路我不會吃 gel 咯，吃下麵包就算了，但我有感覺是呢，我預感是如果我不吃 gel 可能會睡著咯，行下会晕咗喺条路度咯，啊，好辛苦啊，真系好辛苦。认真系黐线，又要上车，我真系搞唔掂，好攰。条疤见唔到，即系代表我哋好近。得唔得？攰啊！要上车了，最最最最最最最攰系而家咁做，咁眼瞓啦，又攰啦，发工资未加薪，冇用到 slow motion， 都系咁慢。终于嚟到象牌墩啦！啊，我拍影相先。等等，好崩溃啊！好崩溃，真系好崩溃。啊，喂，开嚟啊！
好，得啦。爬出去咯，冇嘢嘅。哇，终于嚟到霸尾啦，妈的，攰到合爆啊！而家行咗几多啊？而家1:03啦，11个钟啦，行咗11个钟啦，攰到癫啊！我要翻屋企瞓觉啊，好辛苦啊！黐线，点解会冇嘢饮机噶呢度？又要攋翻落去士多，攰到爆，攰到我癫咗啊！又到。好似我上次有邊個咩？我張世間上最遠的距離就是霸尾和霸頭，黐線噶！好勁耐都未到啦，我就嚟瞓著覺啦又。喂大佬，行咗成個世紀喎，真係搞唔掂喎。好攰啊！有冇人可以载我走啊？仲要望住下面嗰啲人咧，玩紧 wake surf 啊 ，wake board 啊 ，wind surf 啊，stand up paddle 都有人玩咯、啊。但系我咧，啊行到只狗咁样，啊好攰啊！我想落水啊，好辛苦啊！我只脚咧攰到已经唔再属于我自己噶啦。点解行极都仲有咁远水路嘅？哇！你终于行完啦，行咗11个几钟啊！终于嚟到啦，行到坝头啦。嗰啲树系咩树？成个地都系风筝啊！哇！终于完啦，再见啦，搞唔掂啊，真系即刻拜拜，收线，收工，放学。真係可一不可再，每次嚟咧都要我諗要集翻一年嘅勇氣咯。我短時間內我都連真係山都唔想行，講真，好撚辛苦，同埋好辛苦。大家咧可能睇段路咧就覺得30K 咁樣好輕鬆啦，30K 可能30K 唔算多，但我覺得嗰個辛苦程度咧可以同玩一個50K 嘅比賽相提並論咯。哇！次次都系咁崩潰喎，正！正！而家咧喺個燒烤場度坐一坐先，太攰，真係要攤頭下。落到嚟之後咧，行雷咯，聽到行雷，跟住就落雨咯，勁大風啦，有啲凍啦，凍嘢都入唔到啦，因為凍得滯。但頭先喺山上面咧，好似進入咗毛風帶咁樣，超熱超焗咯，係一啲空氣都冇，完全唔流動喎。你吸咧係吸唔到嘢咯。然後咧，我擔遮啊嘛，啲熱氣喺個底度蒸緊上嚟咯，但係反而落到嚟之後咧，涼浸浸。咩料？點解啊？100蚊就去到啦！我哋咧行到狗咁樣。黐線！我哋又翻嚟啦，印洲塘郊遊徑啊，九站組啊，我記得你啦，原來九站組，聽到呢啲名字都打個冷震啊要。一頭翻嚟嘅感覺咧係唔同少少，特別攰啊而家。行完呢条线咧，即刻瘦咗啊！又大只咗，又瘦咗。而家咧好似饮醉咗咁样，块面红晒，见到红晒啊块面。哇！咚，终于可以翻屋企。我要
嚟到尾声啦，多谢你嘅支持。如果你中意我条片嘅话咧，就记得留言啦，俾个 like 我，同埋订阅我个频道啊。想睇更加多我游山玩水嘅靓相，可以 follow 埋我 Facebook 同埋 IG。拜，下次见。到了到了到條板，人都癲真係人都癲，好命好辛苦。首先，爭少少雲喺座山上面。